民进党彰化县议会党团第十八届第三年新就任三长，十一日在彰化县议会新建大楼举行交接典礼，由总统府国策顾问也是前县长翁金珠监教。民进党新任三长分别由县议员尤瑞春、陈秀宝、欧阳珍珠接任。现在掌声给我们新任的总召集人尤瑞春议员，终于确认，掌声来恭喜我们三个。我们知道说一棒接一棒，一棒棒更精彩，棒棒更努力。卸任了，咱老师要讲，把旧务需要再提回，包括咱领导赶快把对方运动派。咱的工作关键，但是好的建设，咱赶快的强力来支持。而且，阮三长一直讲多谢大家对阮这长期来的照顾，感谢大家，多谢，谢谢。首先哦，很感谢我们党团的议员同仁哈，让我有机会来担任青年的总召集人哈。副总召是我们陈秀宝议员，干事长是我们欧阳珍珠议员哈。未来新的一年哈，我们希望我们三长哦能够办好这个三长的角色，就是议会跟县府哈做一个桥梁哈。那么我们也希望说。议会是以监督县政府哈我们希望县政府能够提出好的政策能够对我们彰化县民做最好的施政以及最好的建设。魏县长前往祝贺新任三长，并感谢所有议员对县政的监督与支持，期勉未来新的一年府会和谐，携手共同为彰化打拼。更期望政党及朝野间协商机制越来越好，共同创造县民福祉。相信未来新的总召在新的党团在尤瑞春尤总召的领导之下，我们希望朝野协商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运作的越来越好。我们的团队会在虚心的会在议长领导之下的县议会能够发挥最大的一个监督跟制衡的功能，我们相信五位和谐都能够创造我们彰化县的新盛世，更能够创造我们彰化县县民的福祉。新任三长宣誓，持续协助县政推展，不分党派，善尽职责，为县民谋福利，府会共同创造美好彰化，带给彰化更好的建设。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